我们午餐呢打算煎猪扒，我这次的猪扒买得很漂亮，就是有一点点肥瘦相近吧，我看有几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块猪扒，然后价格是六块多，差不多一块钱一个，一块钱一块吧。好了，腌好了，腌30分钟。今天中午吃小白菜，这是自己种的，朋友自己种的，给了我两大包，我可能可以吃3到4顿吧。自己种的菜呢就没有外面买的那么漂亮，但是呢就特别好吃，有大有小，有些呢还是被虫子咬了的一个小洞。把它这个筋画一下，不然边边很容易卷起来的。这边呢，我打算烧个味噌汤，正好把那点鸡蛋给用掉。腌好了，这边汤也烧好了。今天我家弟弟绿的配红的，大红大绿。大呢。对。我这个像我们这样子两菜一汤都没有超过7块钱，如果出门吃的话，一个人就要7块钱了，最起码哦。差不多。所以这个钱就是在自己家里做能省很多下来哈。嗯，你吃吧。好了，我们开饭了。大白菜你放点蒜油。大白菜干嘛？放蒜油。你不喜欢？以前不是你不喜欢的吗？这家里不是蒜多吗？这不大白菜，这小白菜。收到一个包裹，买了一个枕头，
这个枕头我好在2018年的时候买过一个，睡得还挺舒服的。这次呢是第二次买，这个我买过来呢，我准备把它拆开来分成两个，就是分成两个小的，给 Annie 和弟弟一人一个吧。它等一下会就会蓬起来，挺高的。嗯，这是我在这里买到最舒服的一个枕头了。我2018年买的时候价格比现在便宜很多，现在涨价了，涨了20块钱。我今天给我老公剪了个头发，好帅呀、太完美了，我的技术比以前好很多了。白头发一堆，看不见，那不影响你的帅。你今天到那公婆家，他那个公公咳嗽怎么样了？应该好了吧，我没听见他咳嗽啊。今天呢是母亲节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然后本来呢说要去他们家吃饭的，但是呢我公公咳嗽，我婆婆呢她说呢就是还是先安全起见不要去了。然后我在中国的弟弟都感染了，传染了给他女儿。我们呢现在呢准备去市区。现在呢差不多是晚上6:30了，我们呢去市区，你们一定猜不到我们去干嘛。今天去哪里？我们去市区啊。今天呢是那个美眉的演唱会世界巡演，然后呢非常站今天我们呢不是去看，我只是去门口路过一下。主要是小宝说要去。好像现在票价已经炒到挺贵的，好像说1000多2000多吧，刚刚我们上网查了一下，现在还要1000多块钱。我们准备到门口去看一下有没有捡个漏，有便宜的呢就去，不便宜的就不去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市区的目的了。现在我们去市区的车子很少，一般都是回来的。刚刚我老公一个口子没有转好，一下子又上机场的路去了。哎，那边看有飞机耶！快到机场了，还有2迈哦。现在已经到门口了，哎呦，停了好多车子啊！我不看 ，I need police car。大家能看得见吗？在后面坐的密密麻麻的。密密麻麻。现在我们一家人等在这门口，小宝进去碰碰运气。你看，这边停了一辆加长的林肯，驾驶的位置那边窗户是半开的。可能也是送重要的人过来听吧。小宝大概进去有20分钟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企图呢就是买一张便宜的票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这边的停的车子里面，就是驾驶员都没有下车，应该都只是就是在等人吧。这边全都是送人过来的，我没有下车。现在已经8点多钟了，天都黑了，还是有这么多车子。